看这一题。他说，如果这是一个完全平方式的话，那么 k 应该多少？那这个哈，这个是四 x 的平方嘛？啊，减掉多少？二乘以四 x， 啊，这八嘛，八三的是乘以三，所以这 k 应该多少呢？应该是三的平方嘛 ？k 应该是三的平方嘛 ？k 等于九。